最早比起来有什么不一样？进步很多吧、嗯、对啊，观众就差蛮多的，因为我记得第一届好像在阳光山林，哇，那个风大到没有话讲，然后也没有什么观众、嗯、因为其实那个地方不好去，那大家可能室外，对，然后又相对来讲室内又吹冷气，大家就觉得坐下来舒服，然后对啊，你在外面吹风然后又很冷，对，所以我觉得差很多，光从第一届到现在进步的就不只是在硬体上，然后我们的还有鹰眼，然后还有球童工作人员，我觉得这差距真的很大。那就对你们来讲，因为其实你们都算成熟的网球选手啊，那如果你们像这种对小选手来说呢，你觉得这对台湾的网球选手参加这样的比赛有什么样的好处或是进步成长？麦克风，好，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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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感觉、okay. 没有啊，轮流讲，你先 ，you first。那你再问一次，就是你觉得你现在是成熟选手啦，对，对台湾选手有什么样的帮助啦？这个比赛吗？嗯，对。我觉得可以帮他们，就是提早怎么讲，就是提早进入国际赛，对国际赛事的那种场面，嗯，对，大场面了。